华中某城市，医保改革后，个人账户少拿多少钱？这个是少拿还是指的少交？也没有详细的说。反正现在是有一个分歧啊，似乎官方的口径呢说是多给了，但是。老百姓认为是少拿了啊，就是少得到了。这个问题够多大啊，朋友们！我谈这些个问题都直冒汗啊，因为你看，他连某个城市他都不敢提，就是你可以想象它引起多大的震动就多大吧，啊，你想到天，想到那里，就这么大的震动。我在这里啊，发现个有意思的问题，就是完全没有这个东西的人呢，反倒没事儿，反正从来也都没有，这些个出问题的人是有，啊，他们是认为没拿到，我标题我也不写那个城市的名字，我也怕我账号又完蛋一个，是吧？我也写，啊，华中某城市，但是那些个本来就没有，到现在还没有的朋友们呢，还是相安无事的。本来有，减少了，这个可不行，照不消了，啊，变成一个大事件了。